两个无糖红，然后要一个袋子。钱放这边还是？好好。
附近。对啊，不然很难特别过来嘛，而且还要没下雨。你这关键的话就是在敲我。很难，好不好？你是过年都休了吗？对啊，我过年啊有休息，是在陪小孩啊。对啊，就是、多棒！你是每天来的？我下午就礼拜二、礼拜四而已，就两天。就是其他时间呢？其他我做早上，在后面做传统早市啊，在那个、哦、对，在后面一点卖菜旁边那边。所以我早上有就一三五啦，那个是旧的，现在。一到五都有了，只是有两天下午。哦，两天下午会来这边。对。那、啊、你二四早上要过去那里？没有，二就是早上就早上，啊下午就下午。哦。对。星期天还有吗？没有，星期天没有了。啊，真的？对，星期天。别想。为什么？要陪小孩啊。哦。我不能每次礼拜天回去就跟稻草人一样，不会动的。好。下午快挂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要陪他出去玩，那很可怜。对啊，他的行程只有 Costco 而已。啊、真的，我有看到。或是大爱高楼屋，大爱高楼屋超好去的，就是停车位很好停啊，我们不怕没位置啊，跟 Costco 一样啊。我很常去大爱高楼，超常，我们就每个礼拜都去，每次去都买那个玩具车，然后都要喷钱。买玩具车，你说去那个就是上面那个什么，买小火车那边有没有？嗯，他说去买车子了。我要去那个什么藏王跟那个跟寿司啊。嗯，寿司王，你女儿吃寿司啊？对啊。生的吃吗？没有吧？哎、欸，有，就是不会那么多耶。喜欢吃鲑鱼。哎，尾鱼啊，尾鱼葱花。那也蛮猛的，他接受很多食材。其实是看你小时候有没有给他吃，他长大就会决定要不要吃。对，通常都是这样。对，我们家那个很挑，你给他吃太好了，他以后很多东西会吃很麻烦。真的。现在给他吃一些，不是吃一些、那個、这食物的，你给他吃一些好的，他有时候分得出来。对，可以训练。那你们要再一个了，给他一个就好了。